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年开会，就是算年度大会，什么时候在哪里开？我想请各位。大会了，今天就会，今天就好了。大会干嘛？今天是不？今天是座谈会，今天是座谈会，今天是筹备会。今天大会前是欢迎会。没有关系啦，我跟你讲啊，大会也在这里开了，你要再一次在这再开一次，这个地点最好啊，告诉你。啊，这个地点呢，从我们小时候到我们毕业都有回忆在这里。哎，那么个地就这么办了，对，就这么办了。哦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不能了。你是人家主席的。哈哈哈哈哈。啊，全体党，我说你要大会都在这里。没有别的东西。全体都在这里。全体都在这里。哈哈哈哈哈。你们老板在这里不管，在这里干。好，地点哈，地点在这里。对啊，那你要到底要租